你挑球我来帮，欢迎收看大山粉丝帮第57视频。收到粉丝艾特的大山，这次将揭秘终极版的冲浪板能否完成四人冲浪，在夏日模式可以双人冲浪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这个小技巧不仅好玩，还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。我们只需要站在岸边，队友跳上去就可以了。那么在游戏中可否完成四人冲浪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我们来试一下。经过几分钟的实验，可以看到终极版的冲浪板的确可以站上四个人呀，咋走不动呢？很明显呀，这四个人太胖了。的确，冲浪板明显碰到了地面，在这里只能往前移动，却不能掉头。我们再试一下水深的位置。看到终极版的冲浪板又成功站上了四个人，倒计时3秒开始启动，3、2、1、太难了。当你没看到这样的一幕，所以说只能站上去却不能愉快的玩耍。如果是三个人的话是可以稍微走动的，这个小技巧真的很让我失望。但我在夏日模式里又发现了一个好玩的操作，队友说大山大山你的身上会闪光，就这样我们闪着光冲进了决赛圈，并且获得了一个称号，傻屌队友。我是大山，大是大山的大，山是大山的人，咱下期见。I said enough is enough. Said I committed to you. You should have paid me in love. Instead, boy, you tried it.